航海王真人版最新预告片出炉，重返东海篇的经典场面。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be a pirate? It's ready! 真人版布克动漫经典角色，让我们在大荧幕上见到活灵活现的航海王世界。元老主角娜美的服装更是精心设计，呈现六套不同造型，展现他多变的魅力。Kid Luffy。许多超人气角色，红发杰克和七武海、鹰眼蜜佛格的出现，更是让整个预告片瞬间升华，唤起许多剧迷最初的感动。预告片中也看见经典反派与武器纷纷登场，捕手蒙卡、克拉巴特尔、雅尔丽塔、小丑巴奇、恶龙等，处处还原原作细节，让人惊叹不已。We're heading up to the Grand Line。海上餐厅巴拉蒂的奢华和奇幻再现，让我们仿佛置身动漫世界。而那充满挑战和神秘的恶龙领域，以及草帽海贼团的第一艘海贼船黄金梅利号，都在真人版的呈现下，让我们心神震撼。It's terrible. I know, right? Where's my face? 航海王真人版8月31日正式上线，作者尾田老师亲自写信背书真人版航海王，品质绝对不打折扣。这是集结众人之力，包括演员、建构世界观、设计服装等等，很多呈现只有在真人版才办得到。对白也下了不少功夫，如今我真的非常欣赏全体剧组和演员，也迫不及待让他们得到全世界的赞赏。影集共有8集，让我们一起航向大家都熟悉的目的地吧。